這個好好味，這個是雞和豬大腸，上班了之後呢化妝了，成箱口罩我之前買的那些全部都是比較得意的，應該它沒什麼作用，有些熊仔啊什麼的，我姐寄給我的包是咸香菇，不過是探溫針，因為在深圳買不到，之後我在京東買了的，沒發貨又貴，之後他寄了一個給我，因為他家裡有小哥，所以他之前有買了有三個，小的時候經常忘記了探溫針，還有兩個是小貝條，這個唯一買了的幾粒貝洛芬，只可以買六粒，他幫我買了六粒，有一粒之後呢又有一粒過了期，但是過了期，雲吞同埋菠菜，之後咧好清淡啊！因為咧好驚上火喉嚨痛，喉嚨痛咧就會感冒，所以咧這個非常時期。我感觉我开始了，